我去问一下，我去叫周正南，我去叫他。明天还是照常定两个小时的排练时间 ，OK。然后谁能来就来，不来拉倒，好吧？那必须。除此之外时间我一律不管，就这么简单。其实，做艺人的这一年，消磨很多热情，有好的，也有自己原来没有想到过的事情。不断地发生在你的身边，很难再感受到成就感，或者说觉得说开心的那样的感受。所以我想回到创造营，其实是为了寻找热爱的这个状态。为什么我从单人决定回来所谓做团嘛？做单人其实蛮孤独的，上台下台都是一个人，犯错也是一个人，获得荣誉也是一个人，就连甚至被消磨热情也是一个人。但是做团可能不一样的是，真的能感受到有人在后面扶着你，互相保护彼此的热情，互相提醒对方的初心的这样的感觉。